下面呢，我们来讲乒乓球的第二部分内容，就是进攻技术。在说进攻技术之前，我们讲一下打好乒乓球有三个关键的要点要记住啊。这三个关键的要点呢，我们可以概括为三句话啊。第一句话呢，要放松，或者说叫适当放松。第二句话呢，动中打啊，就是你要在移动中打球。第三个呢，触球快，他的意思就是呢，你在挥拍击球的时候呢，击球瞬间的速度一定要快啊，不管你是发力打还是用中等或中等偏下力量打也是一样，触球的挥拍加速度一定要表现出来啊。我们说这三个呢是打好乒乓球或者学好乒乓球技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三个关键词啊，记住这三个关键词啊，在练习中呢，你就会发现你会受益匪浅。要放松，我们说你才有学习的机会，紧张你会失去很多学习机会。动中打，我们说它解决什么呢？解决身体的协调问题啊，身体的协调问题，手脚配合问题，不是手来打，也以后为步伐的移动和手法的结合创造条件啊。拍触球的瞬间要加速啊，触球快，那么是提高击球质量的一个核心。不管你是处理下旋球啊，还是拉上旋球，包括发球啊，触球要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在以后讲进攻技术、发球技术、控制技术啊，以及结合技术实战啊，事实上它都包含这三个啊重要的关键的要点。那么我们现在讲啊进攻技术的第一个技术呢是弧圈球技术啊，弧圈技术分成两种，一种是前冲啊，一种是夹转。那么我们来看看啊一个比较啊标准的啊弧圈球的动作啊，是这样啊。那么站位站在可以在近台拉啊，我们说叫快拉，两腿分开啊，右腿蹬向左面压，触球瞬间要快速发力啊，触球要快，动作要放松啊，放松发力，放松发力啊，要动啊，两个脚要动，别站死啊！这是快拉，中台拉，放慢啊，中台拉也是要动脚啊，找位，然后远台拉，下降期，把弧线拉起来，动作加大，手往下放。那么这是横拍的正手拉啊，正手拉，我们说它要。刚才体现的三个要素，一个是呢要放松啊，要放松，要动中打啊，动中打。第三呢，触球呢瞬间速度要快，尤其要记住啊，你有了适当的放松，你有了合适的位置啊，我们说就是为你的瞬间加速呢提供条件啊。我们再为那个再示范一下那个瞬间的摩擦啊，我们可以简化动作，看看大家看啊，这是关键。大家看，这是关键啊！啊，这个是缩小了动作，只是强调让大家看看瞬间摩擦啊，这是动作的关键。那么在这个弧圈球技术中啊，我们说有个标准的动作，还会出现很多问题，在实际上啊，在实际练习中、比赛中会出现问题。那么归纳起来呢，第一个问题啊是拉空啊，是拉空。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啊，拉不着球，啊，拉不着球，啊，拉不着球，拉不着球的第一个原因啊，或者最主要的原因是拍型前倾的过大啊，前倾过大，啊，前倾过大，和球来球呢擦肩而过。擦肩而过，啊，如果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你这样的情况下会打到拍子，但是打在拍子沿上了，啊，这是常见的问题啊一种。那么在解决这个问题中呢，我们说你可以把板子略微啊立起来，啊，略微立起来，或略微后延一点点，啊，来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呢，你可以减低力量，啊，降低要求，来体会球打拍和球拍触球的时候摩擦的感觉，啊，你可以慢点，或者说你可以用拖，啊，你可以用拖，啊，你可以用拖来解决这问题，解决拍子和球，你拍子来找球，啊，快速给它摩擦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千万不要去发力，啊，千万不要去发力，啊，用中等以下力量来找这个感觉，或者是要拖，啊，你拖一拖，然后找这种感觉以后再开始发力，你就会发现，啊，这个是个不太困难的问题，啊，这是第一个，我们说可能会拉空啊，拉拍边，啊，第二呢会拉出现拉下网，啊，比如说拉下旋球，啊，拉下旋球经常会出现拉下网，我们看啊。啊，会出现拉下网，啊，拉下网。如果出现拉下网、拉下旋，我们第一个反应啊，我们可以第一个反应什么呢？我们想，我们可能除了判断啊，除了判断问题之外，我们知道下旋也比较转，我们都很清楚，但是还拉下网，我们知道要使劲拉还是下网。那么在这情况下，我们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证明你的拍子压得太厉害，我们要往后仰，啊，这是一个方案。第二，你的引拍太高，啊，引拍太高，啊，发不出力，那你的引拍要往下放。那么你再来看能不能解决这问题，我们看看啊。啊，可以，啊，可以，啊，或者是用一种办法，啊，一种办法，就把拍型调整一下，啊，或者是呢是往下放。或者两者兼顾，稍微立点拍子，再往下放一点，来解决这个问题啊。再看，这是我们来解决这个拉球下网啊，拉球下网。还有就是拉球出界啊，拉球出界，可能是拉上旋出界，也可能拉下旋出界。我们先来看看拉上旋出界啊。我给大家示范一下拉上旋出界。这个实际上在示范的时候，我给自己的要求就是说，要使我的挥拍成为匀速，啊，拍子呢稍微立起来点啊，立起来点挥拍匀速。那么匀速什么意思呢？就是球的旋转不够的时候呢，啊，它向下扎的这个力量太弱，啊，就很容易飘出去。那么我们说，要解决这个出界拉上旋出界的问题的时候，你的加强快速摩擦非常重要。那我们开始要，我们看看我这个小动作，大家可以看啊，啊，我是做了这个不是特别完整的动作啊，主要是瞬间摩擦，这个来解决出界是最有效的啊。大家再看，就是做完整了，啊，把瞬间摩擦做好。啊，弧线虽然拉得很高，但它绝对不会出界，啊，如果你是匀速挥拍，啊，很容易把球拖出界，这是拉上旋容易出界，拉下旋也有可能会出现出界，这个问题事实上和匀速挥拍也有关系，啊，瞬间摩擦不够，啊，大家看，拉下旋出界的，他知道很转。啊，他知道很，他怕下网，他会做一个什么动作呢？把拍子尽量后仰，大概和地面或者台面成90度，啊，那么他是试图用什么呢？用改变球拍拍面的角度来克服他的下旋，而不是靠摩擦来克服他的下旋。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挥拍速度又不够，很容易产生出界，啊，很容易产生出界。解决的办法，我们说，第一个要素，触球要快，啊，加速度，啊，第二呢？由于你的出球速度很快，可以拉出一个很好的弧线，你就没有必要把拍子后仰这么多，啊，没有必要后仰这么多。我们来看一下，啊，不要后仰，要拉起来，啊，拉起来，啊，那么这个是来克服啊拉球出界啊一个很有效的方法。这是第二种情况，关于出界和下网，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用不上力气。拉弧圈用不上力啊，那么用不上力的，我们说最重要的问题呢是击球点
偏厚，就有点偏厚，大家看看啊，就有点偏厚，你的身体用不上力气啊，偏厚，身体偏厚，那么解决这个问题呢？由于偏厚，你的身体整个身体的力量用不出来啊。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你得找到正确的接触点以后，你可以把腿的发力啊，转腰挥拍啊，充分结合起来。大家看一下啊，再稍微偏前啊，可以把蹬腿、转髋、会背摩擦啊，这是个动作顺利的完成。那么这样你可以把力量发出来啊，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侧身位的时候，你侧身慢啊，比如侧身慢，你发不出力，那是你失去位置啊，失去位置，你感觉用不上力气啊，用不上力气。再看一下啊，侧身慢啊，你用不上力。那我们说，在这个情况下，你要侧身要快，看球啊，抢好位啊，这样你可以把力量发出来。这是正手拉弧圈啊，拉弧圈的第三个，身体力量用不上。第四个问题呢，就是拉不出前冲来。我们现在是讲的是前冲弧圈，只能拉出高吊啊，这什么问题呢？大家看看啊，想拉前冲，但就拉出这种球啊。那么我们说，大家可以看着动作，因为这动作因为害怕下网，动作向上挥太多啊，向前挥的不够啊，另外压拍不够，所以导致球拉的是个高吊弧圈，不是前冲。解决办法就是拍的稍微前倾啊，触球瞬间向前的力量多一点啊，就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就说向前挥啊，向前多挥啊，瞬间发力啊，击球的时间稍微快一点，那么就可以拉出前冲弧圈啊，这是拉不出前冲弧圈的一个解决办法。最后一个情况呢，就是不会拉其他的线路，比如我就会拉直线啊，或者就会拉斜线，我不会拉其他线路。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说是你在拉球的时候有两个要注意的，要么你就击球时间偏晚。拉直线的时候呢，击球时间可以稍微比正常的要晚一点。大家看，稍微晚点击球时间，稍微晚一点。拉斜线呢，稍微早一点。稍微晚点击球时间。这样就可以拉出不同的那个线路，另外也可以调节一下板型啊，拉直线的时候稍微板子撇一点啊，稍微撇一点，拉斜线的时候呢，板子稍微内扣一点点啊，稍微内扣一点啊，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关于拉弧圈的问题，我们是用横拍来演示，但直拍的情况和横拍是一样啊，情况是一样。那么前冲啊，还有反手啊，反手拉前冲。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上旋呢啊。第一个呢，我们在拉的时候要放松啊，肘关节稍微顶起来点啊，对吧？肘关节稍微顶起来，手腕往下放啊，摩擦球的中上部，拧拍在腹前啊，这叫静态快拉啊。那么就动要动，对吧？我们可以在一条线上来动着拉，对吧？往前啊，中台远台动作要大，拉下降期那么这个是反手拉啊，反手拉啊，静台中台远台啊，要放松啊，动中拉出球瞬间速度要快啊。我们讲讲瞬间速度要快的这个意思啊，看，大家是看啊，我做小一点，对吧？就这个非常重要
啊，这做的小了啊，啊，完整的，啊，挥出去，就是反手拉啊，拉前冲。反手拉前冲的问题和正手有类似，比如拉拍边啊，那些问题都大同小异啊。最重要的就是反手拉的时候，我们怎么用身体啊？怎么用身体？往哪引拍啊？这来讲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常见的问题，就是发不出力。发不出力呢，我们说像类似这种啊。啊，发不出力，啊，感觉你有劲用不出来，啊，那么这个问题我们说，第一，你要用反手拉的时候，顶肘很重要，把肘关节顶起来，啊，第二呢，收腹，微微收腹，啊，微微屈膝，啊，以肘关节为支点，啊，向上挥拍，啊，停腹，啊，蹬地停腹，啊，来发力，啊，这个呢能使你的身体呢把力量发挥出来，啊，大家看这个正确的啊，放下来。收下来啊，挥拍摩擦啊，加速挥拍啊，顶肘啊，顶肘顶住啊啊，千万不要这肘关节啊向上送啊，把它这个力量卸了，甩啊甩出去啊，再看一下，这是横拍的，发不出力啊，发不出力啊，原因还有一个就是。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在拉的时候会把直拍的反手弓啊会借鉴到横拍的反手里头来啊，会出现这个情况，会出现这个动作啊，会出现这个动作。我们说这个动作呢，欧洲运动员有时候在身体侧面来拉，但他肯定不是这个动作啊，不是像我们要做啊，要做一个很缓慢的一个转体动作，那是没有时间来做的，身体是用不上劲儿的啊。我们说要么你就放在腹前像刚才我这样来拉，如果在身体的侧面拉，一定要把身体一样绷住啊，它不仅仅是向这面转，它同时还是个向上顶的动作啊，大家看还是向上顶。稍微往侧放了啊，放一点。啊，也是往上顶啊，这是横拍。直拍反手拉也是一样啊，我们说也有用不上力量。用不上力量的和横拍一样啊，肘关节没有顶住啊，是推出去的啊，或者是撩出去的啊，这样的。他只是把球拖了过去啊，啊，只是把球拖了过去，啊，也可能拖下网，也可能拖出界，或者没有威胁。那么解决这个问题和横拍一样，啊，肘关节要顶住，啊，手要放下来，啊，用收腹啊，垂腕，略微顶肘，然后呢，发力的时候呢，顶髋，啊，蹬腿顶髋，挥拍以肘关节为支点。啊，甩手腕，啊，去摩擦球。啊，来甩啊，来解决这个发力的问题啊，发力问题。当然，我们说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发力不好，还有一个击球时间问题啊。如果你击球晚，你也发不出力量，球打拍。啊，横拍也是，啊，球顶你，所以一定要有个工作的空间，有一个充分的挥拍距离去迎上去去拉，就可以把，啊，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这是关于那个前冲弧圈中啊出现问题和解决的办法。